为什么先前不断产生的暖流已经变得越来越弱了？因为我的体力恢复了吗？王东，你怎么不等我就回？对不起，什么情况？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什么毛病？这么粗暴，还想打一架？大家都是男人，干嘛遮遮掩掩的？你不是说好晚上在这见面的吗？我都等半天了。小雅老师，我们要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惊喜，烤鱼车。以你的水平，挣点生活费肯定不成问题。我们现在就去试试。火候的掌控很精确，刚好派上用场。食堂林大娘卖咱这鱼，成本是1个铜币。以你的手艺，卖5个铜币一条毫无问题。这些工具，本师傅送你的。小海老师，你说的赚钱就是卖烤鱼啊？对了，贝师兄呢？这种小事不用麻烦贝贝了，你专心烤鱼，我来帮你打下手。这么好的事啊！这种感觉太美妙了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烤鱼。免费促销活动圆满结束，怎么样？来一份，来一份。江南的，学弟，你这烤鱼怎么卖？5个铜魂币一条。有点贵了。考虑到成本和你的加工，最多3个铜魂币就可以了吧？你还有的赚。抱歉，我的烤鱼不二价，而且今天的都已经卖完了。对不起，我只是随便计算了一下，如果以后有机会我再尝尝。小子，你敢不卖？4年级学员还好我没事。
你干什么？住手！徐尊师，你敢欺负我唐门的人？唐雅，别以为我不敢揍你。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成？徐三石，你欺负我小师弟啊，今日之事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，不然我们就上斗魂区决一胜负。斗魂区？他是你师弟，那又如何？他不给江南的面子，就是不给我面子。一条烤鱼而已，我已经付了钱。那是宇浩留给我的。贝贝，你还和他废什么话？揍他，揍得他生活不能自理。你家小雅还是这么脱线，也罢，不就是上斗魂区吗？走。走，咱们也去看热闹去。哦。听说那里有斗魂比赛，快去看看呢。真的？在哪？谁找谁啊？别说了，我们也要看。快点，快点，小心！魏师兄和那个徐三石的斗魂比赛，怎么吸引了这么多学员来看？那是当然，贝贝和徐三石，他们两个，一个号称万院最强攻击武魂，一个号称万院最强防御武魂，他俩的斗魂肯定吸引人。魏师兄这么强吗？还有那个许三石，居然是万院最强防御武魂。你家小雅也太狠了，直接赏我一枚龙须针。少废话，报仇一粒玄水丹，否则我现在就给你插回去。别别别，怕了你了。学长，准备好了就可以上场了。我们随时可以上场，谢谢学妹。走，上斗魂台。魏宇浩。你怎么也来了？学院里都在传什么外院最强攻防战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你怎么也在？我，小雨浩，你还没给我介绍一下呢。还挺漂亮的。小雅老师，这是我的室友王东。王东，这位是唐雅，我们的学姐。好粉嫩的小帅哥啊！小雨浩，你做做工作，把他也吸收到我们唐门来怎么样？你是唐门的人？是啊是啊，而且我还是当代唐门宗主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震惊？来吧，唐门欢迎你。好，我要加入唐门。你真要加入唐门？我希望加入唐门学习暗器。这件事我考虑一下，回头让宇浩告诉你答复。贝师兄，贝龙，
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？给宗门创收，宗主我特许你这么做。史莱克学院外院三年级贝贝挑战四年级徐三石，双方准备好了吗？比赛开始。那家伙拥有一种很强的变异武魂，叫做玄冥鞭，水土双属性，防御力非常强，号称固若金汤。他的修为和贝贝差不多，都是顶级的圣武魂。徐三石和贝师兄一样，也是三魂魂宗的。盔甲盾。龙爪第三魂技，雷霆之怒。好啊，看是你的龙爪锋利，还是我的护盾更强。第一魂技，玄冥阵。玄冥阵同时具有震退和玄冥效果，你贸然出手只会暴露破绽。急于求成，你输定了。精神探测共享来辅助贝师兄的，后来忍不住尝试了下天门阁所说的，还有那个紫金魔童，跟你的玲珑武魂很契合，二者结合效果会很不错。想不到魂力很快就耗尽了。躺下去。你怎么了？魂力透支了，没事，睡一觉就好。魂力透支？徐三石突然脚下绊蒜，是你干的？我们回去说。那是玄水丹，不会吧？学弟，雨浩就麻烦你照顾一下了。浩醒了，记得提醒他别忘了明天继续卖烤鱼。你就知道吃啊！走了，再不回去就违反学院规定了。真的是玄水丹，玄水丹能大幅提升魂力，且药性温和，易于吸收，更具有洗精溺髓的功效。一枚玄水丹售价得有10000金魂币吧？那位贝师兄居然这么大方。不过这玄水丹服用后有个可怕的副作用，